下午选你中线参加了台湾 TV 电视台我爱偶像 PlayJays 偶像周报的单元。这天中线以红大衣配上红裤子现身，帅气又有型，并且在单元专访之前进行了简单的拍照环节，与该节目主持人一起合影，帅气的模样让镁光灯闪个不停。